我记得有一场戏是我在会议上被院长批了一下，院长出来之后我就调皮的模仿院长走路，袁老师那个角色就不允许我那么做。昨天好。然后袁老师就是打了好几下都不太忍心打。袁老师，对对，这是八米雷。好，就真的巨使劲的一下，打人特别有力，也经常会有担心挨批评的时候。这是你的啊，原来人没有说我，松了口气。